大家好，我是 Kason。 好的吹风机可以让你快速吹干头发，也可以让你头发不毛躁。美多利 Midori 高风速温控负离子吹风机，它完全符合我对吹风机的需求。好的吹风机应该要有以下四点特色。第一是它是大风量，因为 Midori 吹风机每分钟高达11万转速，这样吹法可以节省很多时间，长发发量多的人也能快速吹干，不会满头大汗。第二，它是有负离子，很多人以为吹干头发就好，刚吹完的头发常呈现毛躁感。 Midori 吹风机有两亿负离子，可以抚平毛鳞片，搭配抗毛躁吹头，能吹顺发丝，这样轻轻一梳，梳子就滑下来，非常的柔顺。第三是智慧温控，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受损发不单只是烫染的头发，跟吹风机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。往往吹头时感觉到头皮会烫，就表示高温可能已经让你的发质受损了。Midori 吹风机有智慧温控，吹久也不会过热，搭配温和吹头，保持头发的水润感。第四，它可以个人化调整温度与风速，吹整各式发型。Midori 吹风机首创六段温控，五段风速，满足各式发质需求。想要营造蓬松感，就可以用疾风吹头，高温高速吹整发根，打造丰盈感。Midori 吹风机符合吹风机必备条件，吹完头发可以不毛躁，可以呈现天使光，推荐给你们。